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矮。今天我们来玩魔晶窝，也是一位粉丝推荐的，随便晃一下就成这样了。确定不是让我水视频的？它由5块金属块组合而成，通过类似鲁班锁的那种榫卯结构连接。我们先来解解看。仔细看它的槽，它是下大上小，所以它的后一个金属块可以很轻松的从它下面脱离，但是往上又会被它给扣住，结构就有点像我们这个益智球，一边大一边小，你可以从大的这边推进去，但是推到底之后你就不能再推了，而它也是一样，往上走走到极限就走不动了，而往下你可以很轻松的拖出来。那么问题就来了，像这个益智球我左边卡住了，我是可以从另外一头出来的，而这个锁呢往上出不去，你往下是可以出来，但是你往下的时候同时又被另外一个给扣住了，这就是一个死循环，每一个都是这样。那它要解锁需要达到什么条件呢？一个块的凸起要与前面的槽脱离，而它的槽要与后面的这个凸起脱离，那么意思就要刚好夹在中间，这样抽出来。我们拉开看一下，现在它的前一块和后一块已经拉到了极限位置，中间只有一条缝的距离，是不可能把这么宽的块给拉出来的。看一下其他的块之间，哎，这块之间好像要稍微的大一点点，有这么宽，虽然中间的位置应该还是不够一块直接这样拿出来，但是如果我斜着一点呢，这块地方间隙是已经是最大了。这还是出不来，就差了这一点点，这个脚上卡到一点。我突然想到了之前这个魔晶环，它也是这样的死循环结构，当时它是要两块一起才能拿得出来，单独一块它是拿不出来的，放回去的时候也是这样子，所以它很有可能也是两块一起解。我们找一个能错开最大的地方，应该就是这里了，这里错开的最大，看这两个拿掉之后，这些就全部可以解开了。我刚才看了一下，它的五个块还不是完全一样的，像这里只能错开这么一点点，而这个可以错开这么多，所以在装回去的时候要保证这边的三个块上块的下表面要高于下块的上表面，然后再把另外两块搭在一起，这样就可以很轻松的装回去了。怎么样，这波分析有理有据吧？那还愣着干嘛？赶紧点赞。